声音听不到哎，可以大声一点吗？幫我寫好多歌咧，當然裏邊我自己比較中意嘅就太傷害啦。咁知道咧，佢已經簽咗你，咁亦都知道你今次出嘅唱片得到非常之好嘅成績啦。咁將會咧又會有自己嘅音樂會，咁希望喺音樂會裏邊你努力，亦都希望喺俊源嘅支持底下，希望你嘅音樂事業會越嚟越好。希望有機會可以喺現場聽到你嘅音樂。我妈开心吗？因为是她的偶像，跟我的偶像，然后呢，超级偶像。对对，那你自己呢？就是你对刘德华的一个崇拜是到什么程度？就是他的为人，然后他怎样去为他的事业，然后真的很佩服他，很崇拜他，对。开心，对，真的没有想到。对啊，然后真的就是，你知道，老板特别给你的惊喜。谢谢。哇，太棒了哈！那这时间开心，我们在后台继续的准备一下，因为还有下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哈，来，我可以。